住落嚟咧 ，Linda 老師會再次出場，佢嘅一身打扮，你就會覺得哇，佢真係對呢個音樂會好重視，因為佢係著住一套新疆民族服飾出場嘅。咁啊，有啲觀眾問我，點解你稱呼佢叫做 Linda 老師嘅咁？因為我是參加他的好聲音歌唱班的，每個星期一我都會來跟 Linda 老師一起學唱歌。好， Linda 老師你準備好沒有？準備好。好，將個台交給你。謝謝大家。
我唔可以講佢係神秘，因為佢唔神秘嚇。你買張機票去就得啦。神奇嘅地方咧，就因為佢係有千年冰封嘅雪山，又係有熱到死死嘅火焰山，佢又有沙漠，佢又有好廣闊嘅草原。咁我頭先呢只歌咧就係講到話，我翻到去，我見到我嘅新疆嘅族人，咁啊佢哋親切嘅笑容嚇，好熟悉嘅鄉音嚇，咁我哋於是我就話一定有機會會再翻去新疆，呢個係我嘅家鄉。咁我嘅家鄉當然唔係新疆，即係我咁講啫。我就叫歌係咁樣去形容啫。好啦，咁以下落嚟咧，我要想唱翻兩隻廣東歌。咁呢兩隻廣東歌咧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《孫劍恩仇錄》咧？《孫劍恩仇錄》裏邊咧，香港公主啊，圍繞住香港公主作咗呢一隻歌，叫做《綠水情歌》同埋《月光像姐兒》。而家唱俾大家聽啦，多謝。
請一位歌手出嚟，同大家飄一飄雪，等你哋涼爽啲啊！好，有請 Beyond 送上飄雪。涼爽曬啦，係嘛？我哋嚟緊呢首歌係帶有日本風味嘅，歌名叫做《何必為錢來怄氣》，歡迎 Ada 出場。
多謝 Anna。多謝。哇，幾多啊？幾多一齊影張合照啊 ！Thank you。嗱，呢個叫做人比花嬌啦。你想同佢一齊影相？呢個係我個女嚟噶。哇！真係好啊，全力支持媽咪。聽你媽媽講，你好識唱歌喎。向後啲。有請 Napoleon。